这奇妙时刻就要开始了，于是我好想要出去走。要去旅行搭上飞机的时候，我就忘记了创作这件事情。旅行就是出去玩，从来没有预设到的惊奇的发现，在途中就会被我一一遇到。那这些可爱的人、美丽的风景，其实不知不觉，它也变成我的创作。如果没办法沟通，语言不同，那就把地恋过去。我要你就足够，想旅行只有你和我，因为我要你就足够。